主料则属三个，糯米粉100克，辅料油、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紫薯洗净放入蒸锅中蒸熟，蒸好的紫薯去皮碾成泥，趁热加入适量的白糖搅匀，再放入糯米粉和成面团，行10分钟，将紫薯团揉成小剂子，用手团圆按扁成小饼状，电饼铛预热，放入少许油，将紫薯饼放入电饼铛内煎制，两面煎饼形和盖满1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糯米粉一个人喜好多少添加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